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our English class.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英语课堂。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 Unit 1, How tall are you 的 last track. 我们来学到了听力部分。好，我们的每个听力部分之前我们有什么呀？pronunciation, 对不对？我们的发音。发音呢是有助于我们说出来的英语更加的标准，对不对？好，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学习哪几个呢？p 和 a, p 和 i, 还有 p 和 oi, 以及我们的 b, t, d, 这一些啊。这个呢有清辅音也有浊辅音，对不对？就是辅音，这几个辅音和我们的这几个元音结合，怎么样来读呢？好，首先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段录音吧。好，听完之后啊，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会跟着读，但是不会拼读。好，那么我们来看怎么拼读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A, 它是元音，双元音。为什么叫双元音？因为 A 和 E 是不是都是元音？那么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双元音。好， A, 对不对？ A, 那么我们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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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辅音，清辅音。为什么叫清辅音？因为我没有说出声，我没有发出声音来。看，你再看到我们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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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发出声音来了？所以它叫做浊辅音，清辅音啪啪啪没有声音，浊辅音啪啪啪是不是有声音？好，我们看到这个辅音，清辅音啊，啪和我们的 A 它联合在一起。好，我们首先组这一个词，啪啪啪啪 A A N N Pam P A P Pam Pam 对不对？ Pam 疼痛，对不对？痛，非常痛或者疼痛。Pain 不舒服 ，pain， 啪啪啪 ，a a a a，pain。好，我们看到第二个 ，b b b b， 对不对？好 ，a a a a，b a b baby，baby，baby，b b b， 对不对？后面这个，读一的音 ，b a b，baby，baby，b b b，a a a，b a b b，b b b，e e e，b e b。baby baby， 好哦，再看下一个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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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对不对 ？t t t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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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我们的边音 l l l，tail tail tail l， 我们看到啊 ，pain baby tail， 好，最后一个 a a， 对不对？这个 a 和 y 连在一起也发 a 的音。的的的的的的的 a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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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对不对？几天 three days 三天。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a 它有可能是 a 和 i 组合在一起，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个 a， 还有呢 a 和我们的这个 a 和 y。好，那么我们的 A 放在单词里面，是不是就有这几种可能？有可能是 A 和 I 组合在一起，还有可能直接就是一个 A， 还有呢 A 和 Y。 好，我们再看到下面 A， 我们下面的 I， 对不对？ A 和 I， 这个是 I。 好，我们看到 I 和这几个辅音字母怎么读？ p p p I I p I pi pine pine n n n pine pine。 好，我们看第二个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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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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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 b i bike k bike bike bike。 看第三个呢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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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我们的 i 直接用一个 y 来表示了，对不对？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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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放在最后的这个一是不发音， type type。这个呢 ,the, the, the, I, die, dive, dive, 放在最后的音有没有发音？都没有发音，对不对？ type, dive, pine, bike, 所有的音都没有发音。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 I, 如果它要发 I 这个音，就必须末尾都会有一个
一的出现，对不对？好，所以 I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I 和一个一，但是我们的 I 和一没有在一起， I 是放在里面读 I 的话，后面必定会有一个一跟着，但是一呢不发音。 Pipe, bike, type, dive。 好，看到最后这个 oi oi o 和一，对不对？ oi oi。 好，我们看到 p 它跟 oi连在一起，怎么读？ oi oi point point， 后面的 t t t 还是要发音，对不对？ t t t n n point point p p p oi p o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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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对不对？ point to the ceiling， point to the floor， 我们一年级学过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呢，boy 男孩，好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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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 oi boy b o b， 对不对？ oi oi boy boy 男孩。好， boy 是男孩， toy 是什么呢？玩具，对不对？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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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 toy toy boy。 好，最后这个呢， doing doing， 后面还有 em n n doing doing， 老前辈，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就可以 doing， 就是 doing 老前辈啊。好，看到这个 oi oi oi， 它基本上是哎 o o o 和 i， o 和 i 变成了 oi， o 和 i， 还有呢 o 和 y， 还有呢哎，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啊。O 和 I 和 O 和 Y， 后面的 O 和 Y，O 和 Y 也是 oi，O 和 I 也是 oi， 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辅音，一二三四，四个辅音字母和我们的三个双元音拼读在一起，怎么拼？主要是要记什么呢？记这个 A I oi 放在单词里面，如果和它们拼在一起啊，它会变成什么形式？比如说我们的 A， 它就可能有I A 和 I 的形式，还有 A 直接单独 A， 还有呢 A 和 Y 的形式。好，我们看到 I 呢， I 放在单词里面可能就是我们的直接一个单独的 I， 但是最后一定会有一个 E 跟在后面， E 是不发音。好， OI 呢， OI 就有两种， O 和 I， 还有呢 O 和 Y。 好，记住这几种形式。好，下面啊我们要来我们来连线了，刚刚学的这些单词看看是什么意思呢？好，第一个我们的 tail tail t t t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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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a t tail， 嗯，是哪一个呢？ a 可能是我们的 a 和 i， 对不对？ a 和 i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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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那基本上就是这个。那么 tail 是什么呢？我们的尾巴 tail。 好，我看第二个 toy oi oi， 可能是 o 和 i， 还可能是 o 和 y， 我们看看 o 和 i 的啊。 o 和 i 没有，那么 o 和 y 的呢？有一个 t t t， 不变，那么就是 toy。 toy 是什么呢？玩具。好，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 p p p a a， 这个 A 放在单词里面可能是 A 和 I， 有可能 A 和 Y， 我们看到有 A 和 Y 的没？没有，只有 A， 有 A 和 I 的，对不对？好，所以说 p p p 不变，那就是 pain a a a pain。 pain 是什么呢？ pain 就是痛，哪儿痛，就是 pain。 好，最后一个 dive di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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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v dive， 对不对？ I 可能直接就是一个 I，那么就是的的的不变 dive， 后面的 e 不发音，对不对？ i 放在单词里面就变成了 i 和 e 不发音 dive， 潜水。好，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pronunciation。 下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 last track。 好，那么我们的 last track 呢比较简单，对不对？主要是能够把句子听完整，然后自己能够用笔写下来，这才是最好的。好啦，那么这个 last track 先来听一下吧。Let's check. One. I'm shorter but stronger. I often do sports on weekends. Who is the man? Two.
I'm younger, so I eat smaller apples. Who is the girl? 3. How tall are you? I'm 182 centimeters. Oh, you are 16 centimeters taller than me. Who is the taller man? 4. How heavy is your brother? He's 60 kilograms. You're much thinner than him. Who is the thinner boy? 好，那么同学们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简单？哎，基本上就是我们总是反复强调的这几个句型。好，我们看第一个 ，I'm shorter, but I'm stronger. Who is the man? 对不对？他说我虽然比较矮，但是呢，我比较强壮呀。好，这个人是谁呢 ？Who is the man? Who is the man? 那么这个人是谁呀？哎，就是这个人呐，对不对？他比较矮，但是他比较强壮。啊，我们看到第二个啊，第二个他什么呢 ？I'm younger, so I ate the smaller one. 哦，那么我比较小，所以我要吃小一点苹果。Who is the girl? 那么这个小女孩是谁呢？嗯，就是她了，对不对？因为她比较小，而且吃的苹果也比较小，所以她就是这个女孩。好，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他有问到，how tall are you? 对不对？你有多高 ？I'm 180 centimeters. 那么我有一米八，哦，有180厘米，一米八。好，那么他又说 ，you are seventeen taller， 对不对 ？You are seventeen taller than me. 你比我高多少？高17厘米。那么 ，who is the taller man? Who is the taller man? 谁最高呢？哎，他就是最高了，他就是那个最高的，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个后面的，哎，后面呢，他还说问他有多重，他说 ，I'm how heavy are you? I am 60 kilogram， 我有60公斤。好，那么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哎 ，who is the heavier? Who is the heavier? 对不对？谁呢？更重啊？哎，就是他了。好。这四个题目虽然非常简单，重要的是什么？哎，重要的是听到我们的句子，完整句子，并且写下来。好啦，这个就是我们的 last check。那么学完了 last check 之后呢，哎，我们来看到我们的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来讲什么呢？哎，我们的森林足球队啊，我们的动物足球队要来开始招募球员了。我们看看怎么样招募的呢 ？They need a new goalkeeper， goalkeeper 是什么？嗯， goal 是球， keeper 呢，保住，哎，我要保住球，或者说我要把这个球给控制住，守门员，对啦， goalkeeper 守门员，他们啊需要一个守门员。I'd like to have a try， 试一试 ，have a try， 试一试。I'd like to have a try， I'd like to， 我想要去试一试。Me too， 我也想去试一试啊。狗呢 ？Dog， 他说 ，I can't wait， 啊、哦，我不能够再等了，我要马上去了。好 ，Zoom， 他说 ，How tall are you？Zoom 和 Zip 啊，在举办这一场招聘会。好，我们看他说什么呢 ？How tall are you？ 你有多高啊 ？I'm 180 centimeter tall， 我呀有一米八。How heavy are you？ 那么你有多重呢 ？I'm 86 kilogram， 我有86公斤。好 ，He is 10 centimeters taller than Mr. Deer. He is 10 centimeters taller than Mr. Deer. 他比怎么样？他比我们的鹿先生啊要高了十厘米。Yes, and he is stronger. 是的，并且呀，他非常强壮。But he can't catch the ball. 哇哦，但是试了一下他，哎呦，他不能够接住球，对不对？所以，哎 ，pass。好，我们看到 giraffe， 我们的长颈鹿呢 ？I'm the tallest one， 我是这个里面最高的。Sorry， 哦、oh, ，Zip， 但是又不行，为什么呢 ？Sorry， 对不起 ，Your neck is too long。啊，我们的 giraffe 先生啊，我们的长颈鹿先生 neck， 哎，我们的脖子 ，Your neck is too long， 你的脖子啊太长了 ，too 太长了。The others can't reach you. 啊，别的人都不能够碰到你啦。Football is teamwork. 但是我们的足球呢，是一场哎非常团结的比赛，比较团结的一个事情。你如果说别人不能够碰到你，那怎么跟你合作呢？对不对？好，团队合作的工作啊。Hippo， 那么我们的河马先生他说了
What's happening there? 哦，这儿发生什么事情啊 ？What's happening？ 这儿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ing 对不对？正在发生。What's happening there？ 这儿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Oh， here's the one we want。哇哦，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我们是我们想要的人啦。The one we want 是我们想要的。哎 ，Why？ 为什么呢 ？He's too heavy。哦，河马先生太重了，对不对 ？Sure， 是的。We need a big guy， 我们啊就需要一个大家伙。Oh， he's almost bigger than the girl， 他几乎啊要怎么样？哎，要比这个哎我们的守门员的那个门栏呐、啊、还要大，他几乎要比我们这个门栏都还要大，或者说跟我门栏一样大了。Yes， he is an excellent goalkeeper。哦，是的，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守门员。为什么呀？所有的球都进不来了呀，我挡在了门口，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河马先生啊，最后啊就被我们的 Zip 和 Zoom 给招过去，作为我们新的动物足球队的守门员了。好，那么最后呢，哎，我们本单元的歌曲再来听一下吧。Let's sing My Pets。就要上到这里结束啦，别忘了去我们的学习乐园完成我们的课后作业。 OK, the class is over. See you, bye bye.